嗨，各位，又是我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中午吃点啥子？去买了大概好几面，然后点了份炸鸡。这是昨天吃剩的那个麻辣香锅，今天正好回一下锅，一下炒的吃。炸鸡真的是想了很久，之前的自贡，感觉自贡的炸鸡味道不是特别好。搞一个。真的有人会不喜欢吃炸鸡吗？太香了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太香了，兄弟们！这样子吃才好吃，再来一口。旋龙的一根烤肠，两根烤肠嘛。